中时期国文课本听到这首诗，当时只觉得名字好帅，管它什么意思，反正老师叫你背就对了，就只是为了写完那些会的考试，考完就可以睡了。睡了一觉醒来又是在夜里的办公室，一个黑着眼圈加班超时的小伙子，拖着笔电跟疲倦，他下班打卡照常，骑着车准备回那六平大的套房，就会装的倒影反射出自己，我操，原来断肠人正要骑车赶着回家，断肠人断肠。